厉门主，不知秦阁主深夜前来是有何急事？来得急促，打扰了。在下是为小侄儿来，听说他在万鲁门叨扰多日，是时候将他带回去了。虽说秦芷烟是秦阁主的侄女，但秦阁主深夜前来。 恐怕终是有些不妥了。厉门主心细，我未曾顾虑到这些细节。待芷烟回来，我便带她离开。这段时日叨扰厉门主了。芷烟不久前入了我万路门，拜我为师。既然是我的入门弟子，这初入万路门，便也得随我。 厉门主的意思是，在下今日便无法带走芷烟了，带不走。